赵佩萱，好久不见。等一下，放个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Hello，Hello，Hello，Hello。好久不见，超哥。Hello， 一凡，想你们，我也想你们。你们吃午餐了吗？Hello， 志玲哥，欢迎。调一下我的直播。木木不要装，帮我上传个东西。Hello， 超哥 ，Hello， 秋日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Sale， 好久不见，想你们，志玲，谢谢你的相遇，李真，早上好，郑怀，欢迎，早安 ，Hello， 浩毅 ，Hello， 福福猫 ，Hello， 超哥 ，Hello， 佩轩，我也想你 ，Hello， 饿到吐，欢迎欢迎，没有变美 ，Hello， 云南零一一，欢迎。你只能开静音，好吧？You don't know me。他说他只能开静音，我就这样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谢谢谢谢大家，爱你们。Hello， 李真，巧巧，早安，早安。Hello， 日红，谢谢你的玫瑰，真的好久不见了，你们这几天都，这几个月，哎，我是多久没有直播？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两个月还是一个月 ？L 早安，反正不知道，但我觉得很久。然后，其实呢，我都有在关注你们。等一下要上课，只能看一下下。好的，没问题。一个半月哦，哎，其实也蛮久的。其实对，还蛮久的。李真，谢谢你的温收礼。我路过主播，你好，主播你是谁？我是阿丽啊，陈家树，你就进来就别走了，我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们怎么熬过的，这么夸张，恭喜金马入围，对啊，哈永嘉真的很棒，能参与在当中我就觉得很幸福，谢谢那个志玲哥 ，Hello 小易，欢迎黑杰克，谢谢你的会员票，谢谢黑杰克，掌声鼓励 ，Hello 小梁。我萌新很好很好，你萌新吗？确定吗？谢谢季风亮 ，Hello 波喜，谢谢吉米做的玫瑰花，阿丽超棒的，大家都很棒，真的。加速，谢谢你的告白气球，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Hello， 好久不见，志玲哥，谢谢你的香槟，谢谢志玲，哇、哦，谢谢香槟，谢谢你们的礼物。还在上班，跟你过来打招呼，拜，上班加油，佩璇，对啊，期待起来，我一定要看很多很多遍。虽然我先跟大家说我没有看过，真的没有看过，因为我很想要在电影院跟大家一起看。Sally， 谢谢你的告白气球 ，Love you。头发好像长到之前的长度，对啊，很长哎，哇，谢谢一凡，一凡送我那个什么。红包，谢谢你，谢谢红包，对，谢谢红包，等一下我先。我亲爱的宝莉 ，Hello， 乌诺 L， 喜欢长发，对啊，我长发要变很长了 ，Hello， 季风亮，谢谢你的相遇，太多宝莉了吧，宝莉静，阿丽亚当。
没有啦，但我要当阿丽，我永远都是你们心目中的阿丽。我打给你怎么不接？你有打是吗？你最好有打。好久不见的妻子丽 ，Hello 吐司，欢迎！好想赶快听到主题曲，我也好想赶快有那个电影赶快上映。其实我昨天很感动，就是看到得了最佳剧情，入围最佳剧情片，然后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其实这三个奖项已经很大了，然后我阿嬷、我堂弟入围新人奖跟女配角，然后这个歌曲是包布老师做的，然后我也很荣幸他给我唱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入围，我觉得真的很棒。我昨天跟我家人就大大的超感动，就都快哭了，因为这部电影就很像一个家，全部幕前幕后，所以就没关系。新人奖呢，趴没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这不重要。我跟你说，其实入围跟不入围真的不重要，但我喜欢演戏的心呢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太大的，就是我其实很平常心哎。对啊，六项真的很棒，贴店内比较多人看，但能被附近。哦，对，不要让他们破坏了。虽然里面阿丽也是长，就是没有长得特别漂亮，他们应该也不会破坏。对啊，我也希望可以得最佳剧情片，很大奖，真的超大奖。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哈永嘉真的给大家很多惊喜跟祝福。就还没看到电影，然后我就听到了很多影评啊，然后他们对于这个电影的评价，我整个人就觉得我每天都很心里很开心，然后到睡不着那种。红毯要穿深 V 晚装，争取一下新闻版面吗？我可能是最简单出席，因为毕竟我不是重点啦，重点是大家啦，还有这部电影啦。我穿深 V， 大家都会想说你是谁嘞？宝丽现在特工是阿祖还是小妖？哎，你怎么知道戏里面的名字啊？红毯要穿大露背到屁股啊 ！Good morning， 哈喽勇哥，期待走红毯，先得奖再上映，感觉行销团队也很会。真的，先入围再上映，真的很期待上映哎，因为他们一直给这么多评价，然后我就很想看，我自己都很想看。白色礼，对对对，我可能礼服加球鞋，喂。好了，但还是要减肥啦，不然那个，等一下真的穿礼服很胖，怎么办？我还没看过，我虽然在当中是演，但是我们真的还没看过。你们去多伦多宣传有花样晚上有些就是哦，我叫小宁，是小宁，我叫小宁。露一下背是必须的，那我宁愿露腿耶，因为我觉得我的背没有，就是驼背比较，就我觉得我在调我的驼背，我觉得背不是这么的好看，但是能看呢、啊、你自己没看过吗？还没，我们演员看过应该只有我只有听过《烤火的房》这首歌啦，因为毕竟我有去录音室唱这首歌。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只有心肝姐有看过，就这所有演员里面，只要看到阿丽，阿丽都好，阿丽穿什么都美，因为那个心肝姐很忙，她在美国，她人在美国，然后她昨天这样看我们，就是凌晨看我们那个。的那个入围奖项，他说你唱的你还没听过就厉害了，还没听过先入围，所以很好奇。对啊，真的，请高跟鞋踩我，你们不要在那边 end 了好吗？所以就我们会加油的，所以之后的宣传，然后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来看阿丽跟哈佑整个家人，希望映会呢我也可以看到你们，好想你们哦。
你头部不是有买那个调腰的？真的、哦，玉珍，谢谢你的，好哦，掌声鼓励，谢谢你，你就哎喏，对哦，陈家树，本来以为很感人，结果看预告片怎么是喜剧？阿丽就算穿球鞋也可以踩我，只要有脚就可以踩。期待看到演员力，好的，谢谢佩轩。弟弟很好看，对啊，弟弟真的很可爱，他今年入围。最佳新人奖真的实至名归，他真的不用演，他就是做他自己，他完全就是，我也是 Hush Band， 好哦，谢谢哦，团票都买好了，一定要去看。对啊，你们是买礼拜几号的？终于等到你开播啦 ，Hello 翔哎，好久不见呢，看宝丽要露前面还是后面？还是都露，还是就不要穿，这样就不要穿，就直接新闻版面。AKB48 TTV 的成员大尺度这样子在台上演唱，没有了，应该会很好笑。记者标题都帮他们想好。Hello， 早安，悄悄 ，SS， 欢迎。周星哲都有入围新人奖，你居然没入围，哭我。没有，哎，周星哲也是演得很厉害，你看人家第一次就演了电影，然后也是演了主角，然后还唱了歌，其实真的我觉得很棒，因为他真的很有才华，真的。所以我觉得那天要一起看，好啊，当然跟我一起看啊，我也要跟你一起看。我就是在等这一天，一定要跟你们一起看这部电影。我要跟大家一起感动，一起开心，一起怎么样？你也是啊，你也是啊。哎，好，谢谢你们，我接受赞美，对我也是，但我会更努力啊。所以我说了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演戏，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当中也学习到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已经很开心。然后我会继续加油，对啊，我会继续加油。嗯，虽然大家都我的家人也觉得很可惜啊，说哦新人奖就是这么遗憾，就是你就是一次，就是你之后都不能报这个奖项。但我觉得。嗯，这就是一个肯定，但是你们也是个肯定啊，你们的话语都是肯定。你知道我看了很多每个人对我说的一些话，好的不好的，我觉得都是肯定。所以奖项固然重要，入围固然重要，但是心最重要，真的。而且我跟你们讲，一起大喊 Andy 出来，对。对，你们可以叫他出来。喂，你这太夸张了，随缘。对啊，顺其自然呢、啊。没有哭啦，阿丽今年大发，很替你开心，谢谢志玲哥。希望未来我也可以带更多作品给大家看，等着跟你一起看。一路阿丽真的也成长很多，谢谢日红。哎，陈家树，你刚来，你不是可以飞过来了？零加七了，不是哦？对，还有木兰特工的部分，对对对，我现在好好的，加油工作，我们一起加油工作。小树在怕什么？不要怕，小树，快点，快点。假期还七天，还有很多去的地方。好久不见，毛巾哥。我没钱住你家了，你可以住我们山上的草皮，就是随便到复兴乡，随便一个草皮摊，好吗？哎，我跟林家强好像也不能到人多一点，真的吗？那他自己包场，他自己一个人包。他到底来台湾花多少钱？
一下飞机，然后现在要住，然后自己包一个电影院，然后他就只能一个人看，不能人多。我帮你想好了，《水蜜桃公主》家里占地30000平，任你睡，对，任你睡，草皮任你睡，免签的，还有那个溪水可以洗澡。哎，以前原住民都这样，餐厅也要包起来，对对对。好久不见，钟颖乌诺，谢谢你掌声鼓励，班长欢迎，晚上好，哎，早上好，早上。哎，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昨天看那个保普老师，等一下，好，溪水好冰的感觉，谢谢班长，练功夫溪水水，好的，终于谢谢你的钟情玫瑰。美甲，这是在国外做的，到现在都还没去卸掉。本来是说要在4周年的时候把它卸掉，但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时间。水水线的掌声鼓励，那天在上面，哎，我跟你讲，地震我真的超害怕。原来阿丽都是喜新，没有，我跟你讲，以前原住民时代，我们现在不是了，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抗压性没有那么高，就是。会嫌东嫌西，像我就会嫌东嫌西。如果去溪边洗澡的话，我可能会疯掉。好，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好，恭喜阿丽回来 ，Hello，Hello， 对对对，谢谢谢谢。你是在西边上厕所？哈永家有可能来香港放映吗？希望可以有。4周年人气就是为了给你时间卸美甲。对，所以我要去卸。溪水太冷了吧？如果宝丽得最佳歌曲演唱，那 TV 第一位歌姬的地位就被……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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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上游在西边上厕所，下游在西边洗衣服。好久不见，对对对，真的，他们很常会讲这种。提溪水烧开再洗吧。好久不见，好像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对啊，他们啊，刚刚有人说他们想要听那个织女女将出狱画面曝光，溪边游泳这样。对啊，我跟大家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去国外的时候，其实我个人真的很担心，就是很担心电影主题曲吗？就很担心坐飞机这件事情，然后。结果，等下我突然宕机，我等下，我先，哦，打喷嚏一下 ，OK， 我真的超怕坐飞机的，然后我那时候不是要上升跟下降，而且我真的很担心，就是你知道还要坐那么长期，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超害怕，真的超害怕。然后结果我坐15个小时左右嘛，因为我们还要转机。一定有遇到乱流，一定有，但没有那么夸张。反正呢，就是很怎么讲，
就是我在飞机上，我完全不敢去上厕所，然后我就很害怕，突然我去上厕所，突然怎么样了，怎么办？所以我坐十五个小时，几乎都没去尿尿，我就尽量不喝水，然后我就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然后就是看看电视剧这样，看那个看那个电影这样。有了，我还是有去，就是好像回来的时候有去上，就是我去的时候没有，但我真的就是可能就是很困，很想睡，然后就睡了一路哎。但我就完全没什么进食，我也没在吃东西，这样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超害怕，尤其他下降的时候，他就噔噔的，然后我就是会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旁边坐我旁边的人不是我的经纪人，不是。就是我们是分开坐的，因为那时候位置太，那时候太满了，这个飞机就是很满很多人，然后我就抓着那个，差点抓到旁边的人的手，你知道吗？就是我是抓着那个，因为我坐经济舱，对，我是坐那一般舱，就很害怕，真的很害怕。没有，他没有坐在我旁边。一晨，谢谢分享，羡慕旁边的人。我有，你担心坐飞机还是想我飞过来哦？是以为我游过来吗？隔壁的下机直接骨折送医，瑞亚是不是很开心？居然可以，没有，我觉得就是工作吧，需要就是一定要去，当然很开心。其实包括我自己去，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觉得可以跟那个就是成员们，不可以跟我的导演、我的演员朋友们，然后演员，然后这部片，然后去到国外拍片，还有经纪人陪着，这样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好、很好、很好的。坐窗边的话比较可以看风景，可能会比较愉快。李思琪，谢谢你的好运牌。一晨也分享。以前出差才有飞15个小时过，高规格了吧，所以真的是很开心可以出，没有出国这么遥远，我顶多就是韩国这么近，澎湖这种。佩萱，谢谢你的经典红毯。没多带一个助理哦，谁？他在哪？还派专属经纪人给你阿力大牌了，还是坐务舱吗？那飞机餐好吃吗？嗯，我好像没有什么吃，因为我真的很怕我自己会排，所以我真的都只有吃那个水果跟那个甜点这样，然后就这样。我真的很，就是我不知道，我就吃很少，因为可能也是很害怕、很紧张，所以就不敢乱吃什么。是拉瑞吗？你吃了一定会想拉，水果才好排，因为有进步吗？没有哎。季风亮，早安，有点水土不服的感觉。多飞几次就不怕了。那边风景很美，感觉很适合你住，但是
我觉得太大了，真的太大了，真的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在这种小小的台湾的，就是这种可以环岛的，可以骑车就说去就去，或者是开车，或者是坐车到得了。不然加拿大是很大，超大的，我真的觉得超大的。没有啊，红岛馆，你们想太多了啦。回来应该贴起来反而更奇怪了。大不了怎么叫加拿大？因为是叫加拿大，对啊，就这样啊。一凡是你的告白气球。加拿小哎呦哦，你看我上面打我有个问题，多伦多是因为特工吧？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家这么大，真的很大。我哎呦，一直打喷嚏，一直就是肚子上很烦呢，你们是谁一直在想我？我的鼻子好痒，在上面一点，贴起来反而觉得怪。我觉得在国外应该没差。不过小，你要回答的为什么出行影响大家吧？哦，本来哦，其实大家都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我有刺青这件事，但我的刺青是我。在还没加入公司以前就用了，然后这是我妈妈的生日跟名字的意思这样。然后因为我妈过世嘛，我们家里的人就是要那个纪念她，所以就把她弄起，就是把刺起来。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过会造成那么就是出席活动不能漏这样，所以我只要有工作啊出席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把它遮起来。那这可以讲了，因为其实这个已经，因为我加入公司的时候，公司就有说是什么意思。他们我有问他们说可不要把它雷射掉，他们是说没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东西，可以留着这样。那也没关系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是好。那因为雷射好像也蛮痛，也蛮遮不起来的。你就想知道。对，就是不知道意思这样。打鼻血的死野草，不会辛苦啊，因为自己爱在那边刺，自己就要那个、啊，对啊。但你要问我在要不要再刺一个，我当然会跟你说不要，真的。如果有人进来 TP 是说要不要刺，不要，你们不要刺，真的不要刺。谢谢金票。嘎比线的一封信，他说对三奇小妹妹有什么印象？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我看到那个影片，然后我就想年纪怎么那么小，有一个超爆小。哎，等一下，我想吃个饼干。哎，有一个真的小到我真的吓到了，我心想说，哦，这可以当我的女儿没有啦？黑道的妹妹，就是很可爱。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三个吧，我叫不出名字，但我觉得她长得好可爱。第三个，嗯，又软掉了，不能吃。第三个，妹妹头，还有四个都妹妹头。哦，对，少彤，我觉得长好可爱。默默是不是认不得你了？没有啦。对，少彤，阿丽不是前辈吗？阿丽是宝贝。喂，默默都在后面看，他现在在，对啊，他听到零食声音他就下来。
共同讯息密我，叫他不要一直密我。喂，那你去他的 IG 跟他说，不要一直密压力。少彤不是才十四吧？加速，你可以加推我，哈永家的阿嬷。对，十二岁是小雨。好的，已留言。所以少彤是14岁。我不会叫他们帮我拿东西啊，我会叫他们帮我倒水。喂，开玩笑啦。加推成双。阿嬷你神推在你之上。对，欸，人家阿嬷入围金马女配角，欸，有人叫他们去帮我倒水了，然后拿那种3000cc 的水桶。喂，我开始乱讲。10是20岁。哦，对，第一个是好像年纪比较，就是先从大到小这样。把我们叫去发言，我可能会安静。我不知道，我就可能会安静，不知道说什么。20, 16, 14, 12。哦，哦，啊，那么夸张，最佳剧情就可以全部上台了，真的。11，天哪，我天哪，我真的是天哪。哦，一零是妈妈的同学，真的。01001010，下次就有20。4月24，吃鸭味道。4月24，对啊，我是阿姨啊。有那个晨晨有跟我讲，燕子他有跟我讲燕子。差一个11，然后还有一个70，到升到第几期升的时候，就可以找一就零，就是直接叫70，或60, 50, 40，还没吃早餐啊！我刚刚聊到好饿哦，真的是哪一个？电视主播太厉害了吧！你是哥哥，我是阿姨，你是叔叔啊，你是阿公。第二个哦，6月8号，他自己姓黄什么？哦，燕子，他叫燕子。没有，我都会先。没有，你是预言，你要厉害是你的神推好吗？要给他集气得奖哦！得奖那一天，我真的，阿嬷真的如果得奖，我直接在下面大叫站起来。我也没有，他像生日会加一样就是大叔。你去多兰道买东西吗？哎，我跟你讲，我去那 Costco 买那个 CK 内裤，超便宜的，我买超多的。老什么什么姓黄是吗？小雨是圣诞宝宝，哎，哦，好可爱哦！怎么连生日都可以让他可爱到奖买一箱？没有，他就是这种便宜，不知道什么。没有，是拿来送人的。
哦，那其实内裤最便宜，虾皮什么19块、10块、12块。你们的礼物在这里。小雨虾11岁，哦，真的好年轻哦。六单握手会，小布布一人一发，谁敢穿了？那女生的，你们不要闹了。我没有买到一箱了，但我大概有买个7、8盒吧，还是5、6盒，不知道。对啊，这可以永远保存在心里。对啊，我一直傻笑，听不懂了。原来买了半箱。我也想念你们，你们对我说的话。你是打算成员一人一发一条好特别的伴手礼，连内裤都要同款，我不要，拒收。哎，对啊，那个是从加拿大回来的耶。10几分钟的飞机空运过来的，在那边巧克力也蛮便宜的，我买了很多巧克力，送给彩大牙吃。水货内裤，水货。不用。我带着回来，他可能想要什么阿力牌内裤。有，也很便宜。其实去 Costco 买都很便宜，你知道 Costco 的那个 Dyson 净，就是大的那个版，就是什么清净师那个，你知道他才卖台币10000多哎，大的哦。一凡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超夸张的，我靠还买的，差一点超重。然后他那边的铺嘛，像什么 CK 铺嘛，刚刚那个什么 R 什么开头那个 Ross 还是什么，他们那些牌子都在 Costco 买，超便宜的。对。主打吸水，边清洗就可了。对啊，很便宜啊，在台湾卖15万、30万。大台的清洁师 ，Dyson 什么牌子的？有蛮像带货的，但你就只爱吃的，像不用钱吗？什么像不用钱？嗯，本土品牌就是这样，这么厉害。不是吸尘器啦，是那个清净器啊。iPhone 14好像也比较便宜，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那早知道在那边换14。哎，我跟你们说。我很喜欢加拿大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很漂亮，然后也很大，就很舒服，轻就是很凉快，而且他们的热真的不会像我们台北这样，就是闷在这边这样很热会融化的那种。他们城市的风啊什么都很舒服，太阳也还好。所以到底怎么念？就念 Costco， 我都念 Costco， 然后放两份。有一点我真的超不喜欢的，就是超多大麻味的，在路上真的是随处什么地方哪个角落，你只要伸口呼吸想去闻，就有人飘过去，你就会闻到大麻味，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快吐了，超级快吐。
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因为那个另外一个演员他也超讨厌这个味道，是他教我，因为我那时候去到，我想说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太臭，我不敢讲。我们去拍片的时候，在那个路上这样，是那个姐姐小鹿姐跟我讲，她就说那个是大麻味，对，她就跟我讲，她说原来那是大麻味，她说对，她说国外都是合法的，在国内这边是，她说加拿大是合法的，然后我就说 ，Oh my god， 对，很合法，然后合法到他们在路上这样嗨都没关系，然后我就跟，所以那时候导演他们就说你们自己要小心了啊，东西都要收好这样。啊什么什么怎样叭叭叭这样，讲完之后呢 ，OK， 然后，哎，我要讲什么？哦，怎么一直宕机？他为什么一直宕机？对对对，他怎么是宕机？然后什么？然后宕机？我刚刚讲到哪里？不行，我现在有那个脑袋，我。然后那个什么，我就跟那个我的那个小鹿姐，她就说，我就说，可是不是吸大麻不是都会很开心吗？这样，她说对啊，他们会很开心。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我闻到我没有很开心，我反而是很神奇，然后我现在唱打人的这样。然后她就说，她就对我突然唤起那个大麻味，然后她就说。他说：“不知道哎。”然后就说：“对啊，为什么我们吸就没有那个？而且我真的是每走五分钟我就可以闻到一次，要在那种大城市，要在那种，对他们真的是有合法的店，还可以去那边买，而且他们店就直接开在路边。然后我自己个人也想说进去看看到底多便宜。这样，他竟然跟我说，那个小鹿姐就跟我说，其实跟台湾差不多，香烟差不多的价钱。然后他说：‘啊，也太便宜了吧。’”没有拍到大家开心呢，也是，真的，啊，怪，因为他很常出国，小鹿姐很常出国，他真的教我很多东西，他还会跟我说，啊，你这些东西不要买，啊，你这些东西哪些要买。然后这边怎样，他就是熟门套路，就是他关于加拿大，就是国外的东西他都知道。然后他还跟我说不要踩到雷，因为我们两个很常自己去吃东西。他说你不要点那个，那是不好吃的，你要点那个，这个比较安全这样。我们都买蛮多东西的、啊，美味的加油，有。对，他说是他看的。因为我都会阻止他乱买东西，但他就跟我说，他就拿过来，我就说这什么，他说超便宜的 CK 内裤，然后就说真假的，说这个要买，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囤货。等公车客运时最讨厌人家有人吸烟，好臭。爆买台湾人哦，等一下，糖果掉地上。刀好帅，他那个剑气打超远的耶，就像左右完全都打到。的不是刀，那就可以抢。现在进化要回台湾第一件事就防疫啊，睡觉，防疫几天。早上好，朱里恩菜欢迎。谢谢佩轩的四叶草。然后我在国外拍戏，真的遇到很多外国人，还蛮凶狠的。你摆在这个画面拍啊，他们突然可能就路过、经过什么，然后就会有工作人员说：“他不好意思，就在那边在拍这样。”然后他就会说，他就是感觉要打起来那种帅哥，凭什么啊？我来这种观光场合，我就怎样怎样。他真的要骂人的时候，我就啊
sorry 这样，我就一直这样抱歉嘛，他就走了。我跟那个小鹿姐 sorry 抱歉，一直对不起。很凶狠啊，这不是幸运啦，对，这是幸运没错，但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是 OK， 对，欧美人很对，他们都很过自己，对，真的，他们很懂享受，哎，你知道吗？超级懂。对，很恐怖。所以我都说他自己不敢一个人出去。我都吃一半，然后给我家人吃，带回我家给我家人吃。没有，他会看到我们的诚恳道歉，好不好？我肚子饿了，我真的饿了。好，不要吃了，我好饱，我饱了，吃饼干就饱。吃两个什么意思？汉堡还不错，分量有点少，会吗？我觉得很大，我自己都吃半个我就饱了，然后可是又我想吃另外一个口味，我就那个啊，去吃啊，另外一个口味，真的好吃。我怎么觉得很大一个很扎实，我的食量比较大，姐姐就是这样被你养胖的，枪不一定怕，绝对怕律师什么。我去美国 in and out 觉得还好，那是什么地方？可能我是吃鸡肉堡吧。我真的在国外很少吃汉堡，我没有喜欢吃汉堡。哎，其实那个蓝莓的真的蛮好吃的，鸡腿的也很好吃。对，你可以吃蓝莓，我觉得蓝莓很好吃。朱里恩，谢谢你的红毯。空白哥早安，汉堡店。哦，我喜欢吃 Wendy's， 很好吃，小小的很好吃，而且不怎么，就是湿湿烂烂的。我吃花生的，好吃吗？花生的小玉，谢谢追踪。空白哥，谢谢你的玫瑰。卡比，谢谢你的吻手礼。我也喜欢 Wendy， 对啊， Wendy's 很好吃，台湾以前有，怎么会没？现在怎么没了？我觉得 Wendy's 的汉堡是我会吃的汉堡，我自己麦当劳的汉堡都不吃，我就吃 Wendy。我跟青倩姐姐还有小鹿姐，我们都一致爱 Wendy。哦，酱不够多，谢谢一凡的一封信，我吃麦当劳就满足了。没事，我们没错，我们有吃的就满足了。Wendy 在东区这好像有，那应该在开，那我来开，那我就改名叫 Lily's， 阿里，然后就做 Wendy 的汉堡，跟他说我可以改个名吗？开玩笑了。但我真的觉得他的汉堡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很多品牌进来连锁开店，就像我只要有阿力就满足了，选择较多，会被告，会被告，好，会被告，不要做比较好，会被告，太好笑了。北部人不要忘了担当，你可以改叫贝甲。贝甲是什么意思？贝卡什么意思？哦，我要去买午餐了。好啊，有 Mouse 不过是日本的。你说汉堡店吗？我真的很少懂汉堡店，除非真的很喜欢吃汉堡的人，一定都会吃各式各样的汉堡店的东西。可是我就个人就是。可能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料太多，然后放的，我就喜欢吃食物的原型，就不要太多东西掺杂。对，没事，你回你的讯息。摩斯汉堡，OK OK， 因为我可能也没有很喜欢米做的汉堡嘛。你不是哦？对对对，还有一点是我不怎么吃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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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吃汉堡的，就是因为肉嘛，大家都喜欢吃那个肉。但其实我个人就是觉得，对我来说，肉不是这么重要，所以好像汉堡就不会是我的什么早餐名单啊，或者是中餐名单啊。你有 LINE 名字改叫贝卡，就有成员知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想知道，跟我说什么意思？快点，大家彼此好痒。阿布早上好，早上好。有素羊食店呢，有卖素汉堡，有的是植物肉。Oh my god， 我可能吃植物肉，我会觉得不喜欢吃肉的你怎么壮？你说我胖吗？但我爱吃。零食啊，对嘛？你们乱教，贝卡什么日本人笨蛋，你们讲真的是哈、哦，买两个汉堡拍个完美照也 OK 了。但我有吃，我觉得还是好吃，通常都是做的素肉，素肉我也好像也是，哦，应该是说我个人就是可能吃肉就会觉得它干干的吧，除非它要比较就是 QQ 嫩嫩的哈，这样。有些肉就吃久了就很干啊，不想吃。可恶，像那样我刚刚把客人那样。啊，你还好吗？你该不会边打边工作啊，边直播边看我直播？就是说你最壮啊，可能最近在练吧。还有客人说没关系。哦，对，客人没事吧？这是重点。遇到好客人，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也有不小心，就是，我好像没有倒房，是小朋友撞到我，但我好像没有弄到人，这样。烤肉的意思，所以是什么意思？本来是为了朱莉安的带我去流浪，就分种两种，素肉跟植物肉什么，泡肉。嚼劲真的是真肉，准备要赔钱了，所以他没有让我陪葬。哎，宝莉好久不见 ，Hello， 谢谢你，边缘人，耶、yeah, ，我休息了，耶、yeah ，被你打成一个会掉，没有这么夸张，我跟你讲，我只假打好吗？我就是一个特效很，就是有套好招的，你知道吗？阿姨唇形很美，可以嘟嘴吗？我刚刚嘟啦。今天好热，今天有点闷热，还是我家，因为我现在没有开冷气，我通常就在家里，就是
早上的时候我是不会开冷气的。没有，他就跟我说反正你可以吃掉我就好了，还跟我说辛苦了，感动。可以吃我吃掉就好。哦，很有心的，很好哎。看一看我的心里好热。加拿大文化变，我其实，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跟原住民蛮相像，因为他们在舞台就是，反正我去到一个城市，然后它是一个也是都市，然后就有办音乐季，然后反正音乐季就很远离，但逛街地方有点距离，可是还是听得到声音。然后那个唱歌的人就说 say hi， 然后他们就。其实他是跟着音乐 say hi， 然后大家就，然后在路上逛街的人，就是他们只是在逛街，没有听音乐，他们就嗨，然后就超嗨的，然后我就也跟着他接下一段就 say hey， 然后我就嘿，我就大声的叫，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就是这么的近，就是这么开心，然后我就整个被影响的，五百年前的同乡，阿明现在的相遇。相恋，对啊，我会觉得很好笑啊。对，我们也有在那边取景拍片。你刚好英文，对啊，就叫我 say hi say hey。加拿大哪个城市啊？好像是蒙特利尔。我们就去蒙特利尔，好嗨！对啊，超嗨的。哎，有红包哎，大家要抢啊，上面。抢红包其实我也差不多了，真的很刚好在我要关播之前。我跟你们说，之后我可能直播都会是早上，所以你们可以来看的就来看，谢谢你。因为，下午的时间呢，晚上的时间都比较，因为我们的那个木兰还没拍完嘛，然后都比较都在做这些事情，不是蒙娜丽莎。是蒙特利尔。好的，我没空，可以去吃饭了。恭喜阿丽入围，谢谢威如。志祥中午好，辛苦了，没有辛苦。哎，我才刚来，我还没，你还有十分钟啊！抢黄包，对，它是黄包，不是红包。哎，我头发真的变很长哎，你们有这样觉得吗？还是直男没有办法觉得，该去。蒙特利尔踩点了吗？踩点踩起来，早上没问题啊。昨天 Ono 去开到两点多，然后早上在直播跟他，对啊，他就跟我聊天呢、啊。刚刚，现在难得看见你，看看啊，另外还有拍戏的，蒙特利尔英文讲法文的，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都是讲法文。跟我头发一样长啊，都很长哎、欸，有变长啊。午安呐、啊，一晨，顺午安。直男只是直，不是瞎子好吗？不是我的意思，直男都会说哦，没有什么差、啊，就一样啊，跟这么正一样。我觉得你变正了哦，谢谢。正源哈，安安，他会跟你聊天哦，他不是社交障碍吗？都不读不读。我暑假会去蒙特楼找表弟，可以顺便参加。哦，真的假的？没长吧？有吧？有吗？没长，你没长，我觉得你没长，我觉得没有长，你才没长几倍，不会，有啦，长一点点啦，一点点，一点点，我就先说一点点。Hello， 欢迎，谢谢追踪主播。可是我觉得最近头发很难吹，之前短的时候很好吹，就之前就觉得怎么样吹都很好吹，就很快就干，然后现在有点麻烦，现在就是我会故意包久一点，大概洗完头大概包个30分钟，就是它已经快要干了我再吹，齿长不是那个长一秒哥那样。
你那个预告片很帅，什么预告片？玉人，你觉得那个谢谢你玉人，张木木帮你吹，木木现在在干嘛？现在是要干不干？木木在他的床睡觉。一凡现在带我去流浪。看你的头发，都觉得时间过好快。一凡，谢谢你们带我去流浪。木兰特工下只有你的预告片，因为这是在国外拍啊。阿丽好久不见 ，Hello 久不见，人好，可以等拍完再剪短。该念长，使你念长，长什么意思？想你我也想你，人好，想你们想，你觉得我头贴这个女？啊，哎，这个蛮正的，我都靠你头发长度来感受时间的变化。时间，对，还被我公开。谢谢人好，我现在都不敢乱剪，不要剪了，女生就是要长发，长大。午安，光太，你真的看清楚吗？哦，我说哦，他的长发长度我可以啊，我可以，因为那是我啊。喂，没有，那个长度有点太长了啦。我就觉得其实我在这个时候就刚刚好，差不多在一点点长，我觉得就够了。就我觉得我就想维持到这个长度。昨天在看入围，谢谢人好。你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吗？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吗？谢谢流星分享直播短发控。哦，你是短发控吗，乔乔？我现在也不敢乱剪头发，生怕它长不出。那你不要动好了。怎么那么可爱？怎么那么嘲笑？谢谢一晨，我是阿里控。我觉得你那个长度很赞诶，果然洗头应该很烦。洗头应该，我说这个长度，对啦，就是长发。但女生本来就是要长发嘛。以前我阿公就讲了，他说女生就是要长头发，漂漂亮亮啊这样。谢谢大家。好啦，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使用交友软件的时候 ，OK， 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广告很烦，等一下，我先把广告弄掉。OK， 凡凡肉肉表示我不开，可爱呀、啊，他们剪得很好看、啊，我是不敢挑战，你看他们挑战，我真的觉得很棒，很让人值得敬佩。但我个人是先缓缓，广告真的很烦。好，我说要看人呐、啊，像。子萱现在这样就很适合，是啊，现在剪短就蛮好看的，对啊，蛮好看的，真的好看。好，就是呢，就是我昨天嘛，我其实我看完，就是因为我前天真的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的紧张是，就是，嗯，哈永嘉这部电影他应该要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我自己是我的信仰嘛，所以我就祈祷了，我就祷告，我希望今年这部片它会有所丰收这样，然后它会被大家祝福这样。所以我昨天其实知道了我们整个入围的项目的时候，我就做了祷告，我还是想祷告，就是谢谢耶稣这样，我说。其实已经很真的很棒了，就是我出去这样工作，然后还认识了这么好的剧组，然后还接连的一直有拍戏的机会这样，然后我自己心里就因为我昨天我一直在忙家里的事情，因为我回来家里，然后就帮忙去修东西啊，干嘛的，所以很忙，所以我是忙到四点多，我终于可以静下心，然后等五点半，然后的那个直播，然后直播完之后，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心可能就是你觉得，因为你还没看到东西，然后。
他就公布了那个入围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有种空虚吧，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就想到你们，我又觉得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还是觉得就很空虚，可能这个东西就还没有我还没看，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想赶快看，然后我自己心里莫名的有一点点哀伤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去我舅妈家，反正我就是去找我舅妈他们，然后晚上，然后我就去他们，就是我看到我舅妈她的朋友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哦，阿丽你很棒，就是哦，你这电影到底什么时候上？你知道原住民就喝嘴就是一直问一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明明就知道是11月11号这样，阿丽什么时候上啊？到底什么时候上？这样，就是我就觉得很好笑，很可爱，然后就我的那个哀伤就被他们带走了。然后我回到家，然后我看到一个老师的他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他是一个诗人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哎，我在直播，然后我就听他，我就有看到他的评论，这样，然后他就有说到，他就说他就是很遗憾阿丽没有入围什么这个奖项，然后可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很。就是我那当下那个，然后可是他就接着讲，他说他看片是真的是名不虚传，他就讲他们家真的多么厉害，他说我就真的是，我就突然就不知道什么就哭了，我觉得很感动吧，就觉得他们家被这么多人看到，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自己都觉得我身在其中就很幸福，然后我就爆哭，然后就也想看看你们帮我，你们不是都有帮我们分享吗？帮我们分享那个华映公司的那个，我就看所有人给我的那个分享的那个限动，然后虽然不能转发你们，但我就想了，你看这我不管是去哪然后拍片什么的，你们都会等我，就是等待我，然后可能也都会给我鼓励什么的，然后其实说真的我每次好几次真的拍不好，或者甚至我没有进度，很就有时候真的你知道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有时候会很容易会陷入一个你自己只是做不好的时候会陷入一个低潮期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去看，就会去看粉丝给你的留言讲之类的，你就会去看嘛，然后看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什么都没啦，最重要的是你们给我还有我的家人，而且我家人也跟我讲，就说真的你去拍原住民电影真的是为原住民，真的就是这种话，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嘛，对，我就觉得超级开心，然后我就爆，真的爆哭起来，然后我就哇好感动，我就一直跟我姐讲怎么办，我还没看到电影就这样子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他就我姐就接着说好了，那你就好好哭一下，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哭完就说哎，你可以进来房间了，因为他帮我关门这样子，因为怕我家人看到我哭是因为我伤心，但其实我哭是因为我很开心嘛这样，然后哭完之后姐就说他就进来哭完了，我说哭完了那你要不要你进来啊，我说我很开心了谢谢这样，然后我说宣传加油，我说他就跟我说宣传加油赶紧睡，我说好啊当然好啊，然后说哎我肚子有点饿我就起来吃宵夜这样，对我就觉得我昨天真的是不知道突然觉得很哭完就哭完了，因为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你看这些东西收获其实都是所有人就是包括你们然后华映所有工作幕前幕后的人还有一支持哈永家这部片的，对啊没有他们真的反而没有这个，虽然真的是唉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感谢，很少看我哭，我很常哭耶，我真的是三不五时都在哭的人，真的是一直哭一直哭，气氛好哦，好啦，对啊，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心情啊，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啊，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想怎样的时候就怎样。就是没有人会看你，也没有人会在意你，就是尽情的发现你心里的开心、你的感动、你的悲伤、你的所有。就是我觉得，等一下我的鼻子痒，不是哭，是
我跟你讲，就是要一个人躲起来哭完，就是真的就是没事没事，真的，真的这是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鼻子好痒。相比，哦对，慧慧也是很哭，哭哭一组。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哭比较多，不很少。谢谢你金票。好啦，你们该放你们去吃午餐，12:16了。我要放我去那个，我要去山上，没有，我要去那个找我奶奶，说她不是哭，只是过敏，不是开玩笑，真的假的？放啦，好嘞，放啦，好了，好，大家拜拜，我要念榜，对，念榜。他忘记怎么直播了啦，白痴哦。33名是安夏嘎拉嘎，谢谢安夏嘎拉嘎。32名是玉珍，谢谢玉珍。31名是小小童，谢谢小小童。30名是翔诶，是阿明，谢谢阿明。29名切尔东，谢谢切尔东。28是糖糖，27是阿奎，26茶茶，25是乌诺，24是乌麦，23是光泰，22是空白格，21是笑笑，20名是日红，19名是风季风亮，18尾，17 YC， 16 Joy， 15阿北，14超哥，13水锤，12李真，11潘朵拉，10嘎逼，9黑杰克，第8佩轩，第七名加速，第六名金密中物，好前面哦。第五名 Sally， 第四名中银，反正谢谢第四名到三十三名，谢谢你们。还有第三名是志玲哥，第二名是朱迪恩，第一名是易凡，谢谢你们。啊，对，我什么时候还有直播？我看一下，好像是礼拜六的样子。对，礼拜六见 ，OK， 好，拜拜，要出门了。